今天是周五，然后上午去游了个泳，游泳的时候就想着说，我到底能不能做这个一周的 vlog 呢？我觉得我现在一定要练就，就是在大街上自己对自己说话的本领。然后徐姐把干我宝贝送给我了，给谢谢你哦，徐姐。不用谢哦。我们的酒杯很奇怪，哎呦我靠，怎么会这样？再去拍照，虽然不知道赶不赶得上路，可以的。这个是收据。回家了，但是我今天喝了四种酒，下午在学习家喝了烧酒，然后吃牛排的时候喝了香槟，后来我和张老师喝了金，然后我还点了一杯鸡尾酒。对，我现在有一点晕晕乎乎的。Ignore you, trust me, I adore you. We're swimming through our dreams. Kiss me in the shower for a couple hours, though we're only 16. And sit down beside me, don't call me daddy, 'cause that's just fucking weird. Promise that you'll stay here, you and I can lay here.Till the end of time. But girl, well, don't you worry about. 不知道在利物浦这种天气戴渔夫帽就是手一定要按在头上。 Feeling this lonely, darling. Girl,
Don't worry about me. 说 ，Hello. 我们现在来到了中超的餐厅，要不要？我们的中超还有餐厅。学姐的豪宅，满面春风。我们一起去打胶卷。五分到就五分到，那可不是。还是个基本。是他吗？是他，快去！也不知道有没有座位。我们又被拒了，我们又被拒了。我们来到了第三家，希望他这里有座位。哇，他们有座位 ，yes。我现在已经到家了。敷上了清洁面膜。我和学姐今天去的地方真的是很潮很潮，如果下一次要艳遇帅哥应该还会往那边去的。不知道每一次从我们家走到教室都至少需要17分。这是我的午饭，拜拜。我也是之前的朋友们，说再见。留学生的日常就是总是吃三明治或者便餐。考试之前一定要上厕所，然后现在我去出门去健身吧，就稍微跑一跑，然后就和小圆和小董去吃饭。放下了好多。一定要点开开放舞蹈视频，看男人们跳舞。108的今天在小屋开的那一个剪标群里第一次打卡，但是今天晚上因为还是在外面吃。
但是应该从明天开始就正式开始减标了吧。这个帽子好像还蛮好看的，哇，好潮啊！就是有一点挡视线，在路上大家不一定能看到。现在要去见一个导师。我现在已经见完导师了，然后这个导师好像还挺好的，然后他很喜欢我选的 topic， 所以希望这一次毕业之前好好写吧。啊，别回来，这两天又是我的爸爸。小袁小董明天都有好成绩。其实今天已经是 vlog 的第六天，然后剪着剪着就发现其实生活就是我本来觉得我的生活应该是很无聊的，但每一天